Hello， 薩瓦迪吉，薩瓦迪吉。咁啊，其實而家我嚟到清邁呢個野間動物園啊。咁啊，後邊呢個名啊，大家睇住就係呢個名啦，就係清邁 Life Safari 係啦，呢個動物園啊。而家疫情嘅關係冇開啦，所以都冇得入去介紹啦。咁啊，喺門口講下俾大家知道，第時咧過嚟咧多一個地方，多一個地點俾大家去玩。呢個動物園入場咧就大約800匹啦，每人800匹入場啦，咁樣啦。動物園有啲樂園嘅車咧，可以載大家去入去睇動物啦。咁啊喺動物嗰度咧就可以落車買啲嘢食喂啲動物嘅，零距離接觸啲動物，同埋可以步行入去啦，同埋可以自己自駕遊入去睇動物都得嘅。呢個動物園係全世界最大嘅動物園，大家過到嚟清邁都不妨去下呢個地方。夜間動物園咧，佢唔係好偏僻嘅啫。如果喺古城嗰邊、塔劈記嗰邊咧過嚟咧，其實我諗半個鐘車程到啦。咁我住大學嗰邊揸過嚟呢邊咧，就6.幾公里，都係2-3個字車程。咁所以都好近。咁大家都可以第時回復正常嘅時候，夜晚冇嘢做咪得閒過嚟玩下咯。夜晚同日頭咧睇動物咧又有啲唔同嘅，嗰啲動物啲活動咧又唔同，所以就。幾過癮嘅，咁有啲保安咧都守住唔俾入嘅啦。喺呢個動物園啦，咁大家不妨第時嚟參觀啦。不過咧門口咧都幾得意，用啲木咧堆堆砌砌砌成一隻好大嘅獅子。其實獅子好大嘅，我成日用個廣角鏡咧，可能大家唔覺得好大嗰啲嘢。你睇下，我行埋去俾大家睇下個比例啊。哇，個口都咁大，個口都咁大，係啊，好大隻。哇，門口仲有好多呢啲。呢啲咁嘅裝飾品火啦，咁啊好鬼多嘅，好鬼多，好鬼多。呢、這個地方都超大，呢啲鵝仔，鵝仔你好，鵝仔 ，hi。咁對面嗰邊咧就係、有隻竹藤做成嘅好大隻龜啊，其實大過架車嘅，其實影住門口同埋介紹咗呢個地方，咁啊當係俾大家知道多一個地方啦。咁第時過嚟咧就可以嚟呢個野間動物園睇下啦，係啦，好傾住咁多先。而家再睇下附近有啲乜嘢拍，一陣再傾。下半級。位於清邁嘅一間 resort， 咁啊間 resort 好靚嘅，裏邊有個泳池，係啦。出邊咧就係全部有露台嘅，不過就唔係介紹入邊間 resort， 我係介紹 resort。外面的外景给大家看看，对着一个超级超级无敌的大湖景啊。咁啊行到出来给大家看看，一兜个圈就见到了。咻，你看后面，哇，整个大湖景啊，超靓超靓，好大个，其实眼前见到是超大的，我们行出去看看。哇，超大超靓。收下地級。好。仲有啲太佬喺度游水添啊！哦，咩啊嚟啊？咩啊嚟啊？哇！原來好多人喺度玩，攞個網喺度捉魚仔喎喺度。哦，好過癮啊！哇，曬到一個點啊，真係堅曬喺度，肯定又黑嘅，今日又曬黑。因為原來呢度咧有好多。居住呢啲村民咧，嗱後邊啲村民嚟，住喺村嘅，咁啊個爸爸同個細路仔咧喺度魚塘喺度游下水啦，呢個成個湖咧都係好多村民啊，好多喺度玩下水咁啦，好濁啊啲水，潛落去咧係見唔到其他嘢，個能見度可能得零嘅啫，睇唔到。原來呢間 resort 咧，其實都幾靚，個露台超大，咁啊個名叫做 Green Lucky Resort Chiang Mai， 咁都幾正。如果大家想入住咧，呢啲地方靜靜地冇咁嘈吵咧，咁啊喺度休息，朝早啊對住個湖咧，咁都 OK 嘅。啱啱上網睇就係、是，如果喺網上租就係1100幾匹泰幣，10000咁嘅環境喎，入邊真係有個
大泳池喎。出面要對住個湖，咁呢度咧坐車或者揸車出去咧，出翻去城市嗰邊咧都係15分鐘車程到嘅啫，所以都我覺得都算 OK 啊，又可以靜靜地，又可以享受呢啲環境，出去城市又唔遠，咁我覺得都唔錯嘅一個選擇。清邁山火直擊報道，咁啊後邊大家睇下，好多煙，好多濃煙，咁啊已經係好勁，好多消防員喺度救緊火度，係咁不斷咁淋水，係啊，啲水淋得勁多啦，要因為佢死灰復燃啊，因為太乾燥，大家睇下啲天氣咧，超級乾燥，而家好多消防員喺度救緊火啦，咁呢度好多消防車。警車、消防車乜都有曬喺度噶啦。今日呢個山腳呢個地方，咁行入少少俾大家睇下，那個情形就係咁。哇，好大陣糯味，就係咁樣啦。而家裏邊一片火海同埋濃煙，但係啲消防員好勁，好堅，依然可以好振作喺度救緊火咯。咁所以千祈啊，食煙啊，或者燒火啊，或者去拜山啊，真係要整熄啲火種先好走咯。好堅啊，好多係咁不斷咁淋緊水，一堆堆火種啊，火種跟住啊熄咗，但係都要有啲煙咧，你都要淋到佢冇曬煙啊，熄曬為止先走得咯。因為太勁啦，呢度太熱，死灰復燃，係啊，啲火咧一定會又起過，所以一定要好徹底咁淋熄佢咯。所以用水都用得好犀利，我谂啊冇办法，咁啊一架架消防车咁啊驳啲水喉喺度灌入去啦，系咁啦，好似呢啲咁，呢啲其实完全未熄晒，里边有好多火种，你一抄松佢咧，里边已经有火噶啦，咁所以咧一定要攞啲水喉淋到熄，同埋抄松佢入边淋熄佢，如果唔系咧一阵呢啲又着翻，所以真系好难救熄，得要走啦，实在顶唔顺。因為嗰啲火太勁，同埋呢度已經好熱嘅啦，呢個清邁呢一個位置，咁啊加上呢個山火咧更加熱，跟住啲濃煙好堅，越嚟越堅啊又，即係佢啱啱頭先嗰個救熄咗嘅其實，跟住咧嗰度又死灰復燃，又著翻，跟住咧搞到嗰邊又好大煙，跟住又著翻曬，所以真係好難。好難咁去救熄啊！真係陰功，真係難為了消防員，好辛苦喎！見到佢哋，又要著住嗰件好厚嗰件保護衣咧，加上再入去火場，真係堅啊！我頭先喺火場嘅好接近㗎啦，其實已經前面就係我啲火嚟㗎啦。我再行前十步到已經係到嗰啲火種㗎啦，不過唔可以入去啦，咁喺外圍嗰度睇咧。咁其實而家都冇啲外來人喺度睇，全部都係警察同埋消防員。咁我一個人八卦走過嚟問下啲消防員、警察可唔可以喺度睇下、影下、拍下咁啦，佢都話 O K， 咁就係啦。咁啊，唉，走啦，而家睇下再去邊度有啲嘢拍下啦，希望個山火快啲熄滅啦。好啦，傾咗咁多先，一陣見 ，Coco Mike。人生終有歡喜，難免。亦常有泪，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，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。人生不免崎岖，难以绝无挂虑。其时同舟。在狮子山下且共济，抛弃区分求共对，放开彼此心中矛盾，理想一起去追，同舟人世相随，
无畏更无惧，同处海角天边，携手踏平崎岖，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，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。Yeah.